你自从验证出浅薄1000多。不，你上我这俩上上家了，你啊！哎，你好，那个，你把眼镜给他撒了，不麻烦了，听着吗？你先跟我出来一趟呗，你稍等一下啊。什么玩意儿？来，这家伙委屈，这疼不？被整的。这我给你买草莓，你拿着吧。你昨天没收我钱。哎，一点点小心意，拿着吧哈。谢谢啊。谢啥呀？傻的乎的，那走吧，外面挺冷的，回去吧。上班你买草莓去了？还你吃草莓吗？哎，我走，这是我给他买的。谁买的？你把谁买也不行啊，上班吃草莓啊？那怎么的？昨天是我，我手机没有电了。我今天我不来了吗？我来没啊？你没钱，你买几把眼镜啊？啥玩意儿没有钱？你就告诉我。你有钱，你把钱给我呀、啊！你就告诉你家这个店多少钱？你就说吧。你是不是今天电视剧看多了？你都磕巴了，你就说多少钱？10万，你拿吧，你有吗？还没买来，快点来！你别一会儿扫不来钱。我扫，你干啥？啊、别吵！来，扫不来钱就磕碜了。我磕碜啥呀？啊，你扫吧。10万啊！你这不是你店的，你出去吧。干啥呀？收没收着吧？收着没呀？不是，我得合计合计，万一我这十万那得多啊！不，咱俩刚才定的是不是10万呢？买不起啊！我这身十多万。干啥呢？走，这我店了，你以后想干啥干啥啊！走啊！这些眼镜我咋卖呀、啊？我替你卖。你替我卖？你给我干赔了！来吃个草莓，我让你吃。来，我喂你啊。甜吗？甜。